这又是哪里？这好像是别人家住处之类的。对面有东西耶，对吧？那只鸟对吧？哦，那只鸟应该是收齐过后会有什么成就之类的吧？看起来是这样子，没有错。哦，这边是背景。Let's go, baby. 噔噔，哦，我在通道里面吗？哦。下面有路，上面也有路欸。迷路没有，我是不小心掉下来，站不稳。但这边都是水啊，我也没办法过去啊。点水都不行吗？我就想要走中间看看欸。这我跳不稳吗？已经不是我跳不稳的问题了吧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早安，小白，早安，大伟，好，去吧。跳不过哎。他不给我跳过去耶！好暗哦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水里面会有鱼啊？其实我很好奇这件事情耶，这正常吗？等一下。哦，钥匙，可是好多鱼，那边才能开啊，排水道，好，解谜时间，哇夸夸，这是放水，这是到那边放水，OK，好。就是到这边放水，那样的话换那边换水，这个的话到那边放水，喂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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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给我一点时间。
所以我是要这一个。OK，OK，OK， 我 get 到了。那我需要这一个，哎，不是这一个，对不起，这一个才对。OK。走吧，钥匙 get 到。我先一开钥匙，我再去玩那个鱼。对，我也好奇碰到鱼会怎样。也没怎样哎，不好玩了。走吧，碰到鱼不会怎样，各位观众。我们在哪里？哎、啊，我不能跳哎、欸。哦，哦，这是电梯哦。OK， 那个东西感觉很危险。你是什么？好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走吧。Let's go。哦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啊！这鱼都不能动了。等一下哦，我知道那边可以下去，对面这边还是没办法走。什么昆虫的？对啊，不知道是什么昆虫，我就应该是蜘蛛。球可以拿来干嘛？我没办法把球带过去，哎，我有办法把球带过去。Go go， 拿拿拿拿拿！Let's go！ 这个球没办法跟我一起下去。我不小心走这边呢、欸，我看看上面还有一条路。我上面那条路从那边掉下来吗？所以我只能走那边了。可以确定不是嘎抓，你很有经验哦。OK， 那应该就是走那边了，没地方可以走。球球再见，球球。OK， 我开变臭东西，有变青蛙。怎么又是水的地方？有人说都没看到，不要吵。
你有那我跳下去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哪有？会不会？会不会我去路的中间，然后就火车飘过来，那我们就挂了？哎，我不能在外面待太久哎，我挂掉哎，你们有看到吗？不是吧？哎，还是会撞掉哎，等一下。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。哇哦！我的脚趾头救了我，你们看有看到吗？我的脚趾头救了我，我脚趾头救了我，你就这边可以这样。我在哪里？我要开始跟昆虫打架了吗？哦，各位观众，还真是蜘蛛哎、欸。在干嘛？其实我看不到在干嘛。眼睛不关灯吗？他不给我关。哦，我连我怎么死我都不知道，我一直按着 D， 然后我不能动。这样子的话会被发现到了。还是青蛙最省事。有啊，我可以一直按着 D， 你们知道吗？可是我没办法动，我怀疑它是剧情杀。